在这部分相当的关键。赵云目前算是排名第二的女主队，在新竹、斗六、台中进行三连战。另外在实力方面，明天男子羽做客的身份要迎战的是兄弟相对，也要在新庄会表球场来进行三连战。欢迎小朋友能够去现场来为新庄球队加油。所以在新运动的明星赛方面已经开始展开票选，年度的明星赛将在7月。